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求连续整数哈，从一到四十九的中位数了。我们呢，先看这个 k， 哦 ，k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哦？就是四十九嘛哦，啊乘以多少呢？50%就是二分之一啊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四了哈，24.5了，所以 k 哈。K 是等于25，所以这个中位数 M 一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第25个数了，第25个数就是25嘛，哦，因为这是从一到19，所以呢，第一小题是25。再我们看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的话哈，50乘以二分之一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25了，这整数嘛，所以哈。这个，这是等于 k 嘛？哦，这个就等于 k。那它的这个中位数哈，就是等于二分之 a 25加上 a 26了。那第25个数是25嘛？第26个数是26，那除以2，所以这是25.5了。哦，第二小题是25.5。